What is that? 这是我女儿送给我的。每次行动我都会带上她，她能让我的心平静下来。她就是我的护身符。琪琪小时候长得多像我，现在琪琪长得都比你高了。最爱的女儿，我要给你爸爸加点难度，我要看看他究竟怎么救你。这不会是一场公平的交易，要举起手。克拉的增援到了，火箭筒开闪。我只想救我的女儿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转过去，要不要跟我玩命了？这是最后一次，帮我一把。来了，我一定要解决这件事。走。啊、作为一个狙击手，除了武器装备和狙击技能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。听我命令，进攻。刺杀行动失败，那帮家伙把你徒弟给杀了。什么情况？格拉的增援到了。石林子，走。够晚了，这不会是一场公平的交易。只要东西到手，就让它立马消失。要不要这么玩命了？好戏还在后头。没事吧？你看过了没有？